没有差的很多。白血球检查正常，梅毒检查正常，包括甲状腺看起来功能比较偏低一些些哦，其他就是记忆检查是稍差一点点，没有差太多，差一点点而已。焦虑程度八年正常，26分20分，所以稍差一些些了哈、其他就是短期记忆比较差一点，其他还好。接下来的话，下一步就跟做进一步的智能评估，我们会再检查个肝肾功能看一下哦，然后在下个月9月2号再回诊，那天会做整体评估。好，再安排去抽个血，来抽个肝肾功能检查看看。那不一样的东西，现在看肝肾功能没什么异常哈、另外的话，就等到下个月这个9月2号再回诊哦。9月2号那天9点半要准时要到来，我们那边有心理师、护理师、社工一起帮你做详细检查。他们检查以后确定他有没有问题哈。所以现在还没有做那个心理师、护理师的。已经做过一次简单的，下次9月2号那天早上9点半要到这边来哈，我们再评估。当然那天需要3个小时时间哦。别人照顾他的人要起来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那待你拿到时候会一起来哦。这个是跟我是独居老人有关系。没有一定，你现在有一点问题，但是看起来也不是很严重呢。可能下次检查完以后才能确定怎么样哈。因为我一个人很孤独嘛，又没人讲话，也没什么。看起来是你是可能是正常老人呢。独居老人，独居老人啊。不知道怎么办啊，你这个人叫地不灵，叫地不灵。好，可以1月9号那天再回门诊哈。嗨，老师出血了，干嘛？啊，做检查。那检验吗？来，给我。我上次不来了，这次来一次。来一次。对啊，先去，去来了再来嘛。这个出血了，握拳头握紧啊。我不抽血，我就是转过去。再过几年才抽，过几年才开始啊！因为老是抽血，我就想不死。那你们早一点死了，我不要抽血吗？啊，我不抽血。好，我不抽了，真的，我不要抽，我死掉了，就是要死掉就算了呗。哎呀，抽血了，又弄这个弄那个来死，没有，快放不来了。他只抽一点点，一管一管了，抽一点点就好了。哇，自己不过，不要，忍耐一下，抽一点点就好了。我不要，真的我不抽了，我死掉就死掉了，我要抽血，我又没有病。零管子回去抽。我病了就死掉就算了，那个这也没有什么嘛。就麻烦了。反正呢，没有规则，不自由，不怎样。那就要抽吗，小姐？续存一年，对，条件都跟之前一样。一样。那利率要改成机动的吗？还是一样固定？固定。固定利率。
到期要不要通知？啊？到期要通知？你能通知最好了。号到八号柜台办理。嗯，很好，我们先唱一次，从头，好吧？好。唱一次，我们先唱一次。嗦嗦啦嗦啦西哆嗦，啦西哆啦发啦嗦。嗯，然后下一句呢？下一句。嗦嗦啦嗦啦西哆啦，西哆西啦发嗦咪。很好，那你现在吹，吹吹吹看，对对，从第一句吹到第二句哈。啊。嗯。这两句把它吹熟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啊，你赶快吹熟啊！嗯，先练唱一次，唱一次，吹一次就不会，嗦嗦啦嗦啦西哆嗦，嗦嗦啦嗦啦西哆嗦，啦西哆啦发啦嗦。
气比较不像往上，
那个人教我们的方法啊，应该好好多，现在都不必去看医生了哈、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这样看、啊，这样，一，三，对，这样，哎，这样，哎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今天做的好不好？今天做的。感觉怎么样？舒服，很舒服啊。